先看卡片，看是啥，对不对？看暗房的时候有没有钉？暗房的时候有没有钉？有，都有，都有，都带两输出，但这边的话直接一张傀儡鬼，那就反正我不要速度了。八速，对面大堂七速。哦，确实，对面还有个速度位，多多少少。我观战方是认为对战方不上物理系啊。哎，但说句实在话，他是不是就抓双咒师来的？哦，但也不不是、啊，对面是紫禁城啊。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抓紫禁城，抓对面双咒师，然后变张加血卡。对，对，是这个有可能。但是他这个阵容打双咒师真的好打吗？我也觉得有大唐的阵容，你给你砸死了，你咋办呢？对吧？但是如果这个阵容进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得再看看了，因为两边的辅助是不一样的，一边是带的普通，一边带的是化生，这个就出了变化了。是，而且在决赛当中，因为没有地府的原因啊，花卡变多了。对，很久没有见到两边加起来有四张花卡了，真的，真很久没见到了。一三速，这边二四，速度全丢啊，变不了了，这速度变不了了。哎，就一个化生普陀之间速度有点错位，其他速度全丢，钓鱼岛这边。嗯。那观战方两输出的话，他一个普陀挡得住吗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啊？他只有一个普陀作为辅助啊，他够吗？但是我觉得大唐的输出真的就还好吧。啊？大唐不能算面伤门派。但是大唐不能算面伤，但他能点人。对啊。你点倒了人之后，这个血也不好回，十厘米八八秒，我觉得不一定好。那你觉得？一把灯，一把自在。不是点杀的这个，就是说观战方这边没有地府的点杀，我觉得不会随便的进行，而且压倒了对面就点灯点着回呗，慢慢回呗，我再没你压倒又怎么样呢？对吧？我感觉应该不用回满呀，应该都是三扫呀，嗯，都是三扫，我觉得都是三扫，等那个宝宝飞了，他才显示那个连破动画。嗯，所以你觉得钓鱼岛这边会进行点人吗？我真觉得不点呀。当然有，但有普陀。我觉得有侵蚀，我觉得会点。但普陀的话，它也不好保宠啊。对，普陀是不好保宠。但大就说白了，我觉得就是回复量不够。看一下吧，我觉得这 PK 上普陀，我觉得那武装点灯铁九百啊，九百是你看侵蚀来了，压不压大唐？侵宠啊，这压啥大唐啊？我感觉看到你普陀，怎么说？我是觉得，我觉得没必要压，没必要吗？我觉得没必要压，压起来他不好扫啊。是可以慢慢回，那你这几回合不都耽误了？压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都耽误了。五千开直接，就看能不能躲避了。但是没地府，是不是他这属性血量加的好低啊？对面的大唐，看看，血线不高，倒是一定倒的。嗯，倒了。那你这血怎么回呢？一点一点回。嗯，我觉得慢慢回吧。那就先盾慢慢平 A 找个漫天去了，要不就是高速顶药，顶药扫。回的过程中，观战又出侵蚀了。是，我觉得这 PK 紫禁城不好打。其实他没上地府，他为什么不上化生啊？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我倒觉得来来了又来啊！那这把是可以先清个宠了。那他也没人能秒了呀。是、他如果清掉拉人宠怎么办？反正看一下吧，因为毕竟刚开始。嗯。但我始终感觉啊，就是普陀阵容在没被，就说在没有什么很大半，这还没上灯。是，先放下，因为刚拉出来的宝宝他速度不好判断。你啊，这不晕了？这不是晕了？不太好拉起来。嗯，而且宝宝也成幼了。你这样哪有血先去扫？对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我还是感觉你既然选择上了大唐，那你肯定还是得上化生好一点。后面再看看，再看吧。我真觉得能拖住啊，没有突破点，拖住是能拖住，但是因为两边阵容相同，对吧？你落后这边建议很多的话，我觉得后面就是劣势。会落后吗？我觉得对面这速度全拿。你虽然能压我一个大唐，但我只要恢复起来，我这控制能力可比你强。就看好不好回了。那还是好回的，你不能把把侵蚀吧？已经俩侵蚀了。然后这边两输出，你得出宠了吧？得出宠了，对吧？是，先补宠。我觉得钓鱼岛这个盘丝在决赛当中的优势，它没有用出来。能抓药，这120分钟的比赛有优势，两拉人直接用。就是用它拉，得把血灯点上去的。对，
真的上把没点，这把是一定要点的。嗯，双灯进麦，没点三灯。三灯太冒险了，他们不会去冒这个险。嗯，大唐金青，那这样的话把封印解开之后，那么神木补个宠。是啊，但是这对面还是拿一二速啊，就是一三速啊，对位控就是了。看一下对面的五号宠能不能拍掉。我倒也觉得这场比赛里边也别清对面的风系宝宝了，你不清他风系宠，你自己风系宝宝掉了，兴许还能变个速度。哎，是，对吧？你这一清一清，那速度没得变，就互相给嘛。哎，是的，对面是不会清这边女儿的，是武装宝宝是要可以清，对，女儿是武装是要清的，武装那个女儿宝宝是不会动的，所以说观战清对面女儿一速的宝宝也有道理。碎玉控，直接自在了吧？那得自在。自在了扫啊，不让自在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，没办法。给五号卡，大唐宝宝要下挺快啊，俩九转一大金了。嗯，直接有道眼吗？没有。嗯，怕扫，怕自在，怕自在不出来，因为刚刚毕竟也是可以封过去的嘛。是的。然后夏薇和普陀又得点灯。嗯，那点呗。这太忙了吧？反正灵动刷了，确实这个时候点也就点点呗，我觉得点呗，点这真还好吧。反正我现在看一下观战这边多扫一把嘛，一个两层，一个七，一个一层，七回合了，都很慢。嗯，真的都很慢。对面就是说应对大死亡的能力会弱一点，你跟慈心还是那个提前拉差距还是有的。嗯，无魂重，那关键也是拉宠啊，没有办法去做控制的。而且这一手封普陀，说实话对面已经自在完了，你去封他一手意义也不是特别大。接着扫法防宠，没暗防，扫大唐宠是对的啊。嗯，这个是绝对正确的选择，扫法系有利。哎呦，宝宝神了。行，但是这边有连破。嗯，是也行，这边法系宠也神。嗯，要跟恶豹夜深。哇，这一回合的神佑太舒服了，这宝宝一万血一个都清不掉。哎，一会儿等你这个大唐可以扫了，我这宝宝防御暗器。嗯，这边武装没带啊？两个都没带啊，女儿没带，就 对面武装也没带，只有女儿村带了啊。他武装有没有可能带雨林珠？我也在想说他不会带雨林珠去了吧。我觉得对战是有可能，是，对，但观战没理由，观战真没理由，没理由，他是化身四啊。不是，他武装为啥没带啊？这个确实没道理，一回雨天看一看，看一下。 我觉得观战带了就没道理。对，我这观确实道理不大，因为你已经有化身了，对吧？嗯，不怕双咒的啊。有化身我觉得双咒还是怕的吧。这我是觉得不是，你不可能说你带了化身然后你为了这个双咒你去带个雨灵珠。对，就是说雨灵珠救不了。哎，是还是先控对位控。嗯，没中，没中。哎，碎玉反给。那这边武装冠要控一下对面的法系还是怎么说，看一下是控法系还是说去控对面的普陀山。他难道说还能拿到二速吗？先把大灯顶了也没问题。嗯，也是九百。对，一样的。那我真觉得有可能带雨灵珠是吗？是啊。观战，观战真不带吧？一会儿看一看，看看吧，看看吧。哦，他这样要保自己速度，他要拿什么速度呀？对啊，他这个反正他就提前丢吧。反正武装速度在手里面了。嗯，再扫女儿的宝宝，顺利，直接鬼，直接鬼了。我再来连破，很舒服。哇，这连破出的也太舒服了吧？嗯，四层了，再冰。那如果说一回掉两只宠，压力有点大。哇，宝宝全闪。哦，真的。嗯，那神木林出宠吧，正好有罗。是。嗯。但对面武装官在里头的情况下，观战会放他大唐扫吗？不给你扫了。不给扫。你啊，都不给扫。互相不给扫。嗯。也不着急，先把光补了。真阳直接给。啊，直接真阳。这么帅。那是不是给神木水清了？水清，不是，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给神木好点。现在好像不着急是吧？是，我觉得还是给神木好点。大唐伤害够。嗯，对着大唐直接踩塔了。嗯，五层了。哎呦，这个阶段就5-2，这差距拉开了。是，再冰，
再来神一个神，对，得这不神一个的话，这角色有点稳不住，一会儿掉两只，一会儿掉两只，这个不好搞。是，主要观战方这边刚刚那俩宝宝全神药了，对，然后大唐的连破也出的比较多，让钓鱼岛这边一下子这个宠上的优势非常非常大，包括这个建议的层数。那对战方队长位置现在处于被封印状态，自己又是一个没宠，是不是说把宝宝先补出来？对位控有血灵珠命中，日月乾坤水了。嗯，再控普陀，塔怎么说？塔没掉，还在。这边把金刚拉上，但下一圈金刚的话还得补，再来一只。再冰六千，又失血了。这宝宝不一定保得住。冰川不跟的吗？是不是得跟一只？对啊，冰川怒而已呀、啊，对吧？一直没跟，有点贪了、啊。这前面清两个清爽了。不过还有一个可，不过还有一种说法。当然了，这当然就是说，还是跟一直是好的。反正他是普陀，嗯，我就是残了，下回合我再拿一到两只宝宝摸，你一样要掉，是你活不上来。对，主要他是普陀，嗯。我现在在发掘这个普陀的好处在哪里？有灵动吗？那暂时其他的我也没太想，现在不是没了吗？我没太想明白为什么这场在可以上化生的情况下他就选择上普陀，我暂时没有找到这个点。嗯，虽然说普陀拉大唐慢慢回就慢慢回了，但是我并不觉得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不去上化生。我是觉得他猜钓鱼岛上宙斯，嗯，所以说上这个莲台，嗯，侵蚀技能来了，嗯，还是不给扫，嗯。他不要封杀吧，反正他武装可以封武装、啊、是的，武装可以封武装、嗯、所以说封大唐比较准，没问题，也知道你化身要拉金刚没法保，侵蚀技能轻宠了，好像铃铛过来的话是不是真的想、哦、还是扫的宠，武装的宠很针对啊，侵蚀技能再秒一个三号，先给自己补个野，那这把也不亏、嗯、是对、嗯、行动了起码，对，也掉，第三下有吗、哎？冰有吗？有冰，冰道宝宝动了塔防，但这个不影响，对，不影响。对面宝宝一个神佑，这是紫禁城一下两个了，对，嗯，有来有回啊，两边。再控，没中啊，没事，有碎玉的，碎玉的，嗯，摇铃铛，那怎么说？武装再出一只。直接不让自己开，不让开，不给开，因为只有这么一只配速。是的，那这把可能动不了了。嗯，大概率真罚站啊！罚了，罚了，罚了，罚了！哇，这宝宝血好高。这样开一下，就化身和普陀的竞争能力上，我觉得确实是化身强啊。这样的阵容下，嗯，但是你说。对面那个速度就一三速一拿，真的好舒服啊！我觉得是。观战这边，不过钓鱼岛一直以来二四速打一三速，打的也多，那个、时候是打的多，真的打得多、嗯，打得多的。他们那个时候狮驼神木的时候，对，就保着狮驼打，我觉得这个打法也是打的挺多的。但是毕竟这边是一个大唐，没有说像狮驼令那样的猛烈的进攻能力。嗯。提前笑了，也不算提前哦，这啊人开，对人开了，也没套中，那反套对面的。其实该补个血灯了，我觉得。哦，有颠倒哎。你说对战武装是吧？对，对战武装该补个血灯了，还是想把控制做足，就是说把你两个风系都控进去，或者说武装和武装对位的这个负责掉、啊，不让你扫，不让扫，不让扫，不让扫，对，也行。又压一回合，而且颠倒了，能颠倒吗？不过还有宝宝，善恶，嗯，但看扫过来的伤害，善恶不一定够吧？这善爆了，这远远不够，不够，善爆才几十，神木两只了，嗯，复活一下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压了这边一层建议是，那建议情况四层和五层差不太多了，刚刚是五比二啊，对，五比二确实差距太大了，不让回复。哎，这边哦，要摇跑，不让大唐轻轻。大唐也起盾了，也算有效操作。
因为两边阵容比较哦，这里有，很舒服，这个还是很舒服，哎。恶宝，但是武那武装也是也来，我也鬼、哎、是。这场 PK 可能要考验这个驱鬼的量了，铃铛的效果，铃铛的效果，对，驱鬼宝宝的储备，再就是扫宠的顺与不顺，连破出的次数，侵蚀出的次数。嗯，侵蚀可能说神木的需求会更多一些。是的。嗯，大唐那边的话，三刀经脉，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特意洗到中间位置？三刀经脉的话，不要这个侵蚀横扫，那他关了就行了嘛，也不用洗啊，关了不就行了吗？关了没有办法重新打开的。不是，我就这一场我回去关了嘛，我就这场我就不要侵蚀了嘛。啊、先看一下这把侵蚀啊，还是控大唐不给扫。那回去关了，然后你再打开，你得重新洗啊。嗯，那就是在这里边去哎提壶，就洗到一个不太，就是说长区是，就是说洗二排二。嗯。一丝血，两边都是清法防种，大唐的宝宝对，哎，这边大唐伤害够，有金刚啊。嗯。也是，但是对面侵蚀的话也是成功把神木林宝宝清掉，嗯，滑到一下，这个没影响，嗯、还影响不大，对，这个影响不大。送三十点愤怒也掉，哦，这掉的有点多啊，下回合得一起出了。是的，哎，他们跟的是侵蚀的宝宝，没道理，侵蚀还需要宝宝跟的？确实不太需要，因为如果说神了，好像只靠宝宝也不够。哎，对啊。嗯，跟大唐那个扫会好一点吧。不过说实话，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挺快的，两边这已经呼呼的宝宝下的已经不少了。是，宝宝掉的量是非常多的。嗯，再来，哇，这场青虫倒是好看啊。再来，又清掉一只。那两边的药是真不怎么下，都在清宠了，要不就是侵蚀点人了，对不对？是，也最多也就官方吃俩五龙。嗯，哎，也就吃俩五龙。也没有紧箍咒，不需要回春。嗯，啊，其他的药呢，目前暂时来看也吃不着。由于对面一三素的一个封印命中控制还是比较准的一个情况呢，官方吃点五龙也就到头了。那你说紫禁城那边带了连台普陀的情况，他回春会不会对应的少带一点？我觉得会少带，少带一点，会少带，嗯，会少带。控大堂啊，现在就是已经把这个目标转向去控大堂了，哎，压剑意嘛，是的，扔个盒子，哎，对面一二速，哎，他是不是因为那个武装刚出的马？嗯，暗防了，那如果冰你，哦，神了，这要不神啊也难受的，是，宝宝掉太快了，是。我神了就是观战方难受，哎，嗯，是，那你毕竟大唐要休息啊，对，不过也还好，反正就累建议嘛，嗯，两边都是这样子，就看谁先累出来，扫出去就行，对，领先两层啊，当然这把轮到紫禁城大唐扫了，是，那好消息其实对于钓鱼岛这边而言的话，就是说自己是个化身的话，就像刚刚那样倒地的情况下，那我一把或许就够，是的，但是对面要恢复的话，就相对而言会困难一些，嗯，但如果说都是站着的情况下的话。目前来看还好，哎，目前来看就是说对面扫掉的血量的话，两灯肯定是够了，足够恢复的，对，没错，而且神木林现在都是在以单兵为主，单兵为主，所以说也不太有什么面伤，嗯，哎，女儿侵蚀突破技能嘛，突破速度上限，但是主要是这个回合大唐休息也只能是单控一个，是，哦，对面还刚好是女儿控的武装，觉得有一二速拧回去，这确实不能让他拿一二速，这个太夸张了。是，速度圈起来了。哦，他是不是贪这把颠倒？嗯嗯，暗防了。九千，这宝宝都没掉。还有一小格。再来一配速，这得12000，我觉得。嗯。哦，这宝宝暗防壁垒拍不动，直接，夸张。900。800，哇，这不是真的耐呀、啊！嗯，
再活上，活上不好清啊、嗯，对战方就没这个优势了。嗯，怎么说还扫孩子不？还是说先把大唐宝扫掉？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可以扫大唐宠。大唐宠，对，大唐宠。两边现在还在做一个宝宝的博弈哦。嗯，其实完全可以考虑一下，就是说宝宝掉到三只以下，来七十来了，可以再清一只。压人了吧？这样封杀吧。大唐不能动。压大唐。对面大唐不能动，这怎么压？绝对压不倒的，这大唐一万三四的血，一个青石哪够？应该我觉得还是清楚。哎，是啊，我三号冲也给你两个法防。嗯。凝滞凝大唐，保无离速。因为观战方这边也拉了个速度圈嘛。一直接带走，那另外的呢？引导大唐也没有后续了。但是反正女儿村的控制的话，也是让观战方这边的建议也是缓了一回合。嗯。不这么不搞、啊，说实在话，我觉得这 PK 打不到后面，因为两边清宠都太快了。是，都宝宝掉的快。哎，宝宝掉的都很快。主要给到人物没压力的话，确实这个沈木林就是冰宠的收益会来的高一些。嗯。感觉。群起来有点亏，而且对面又领先灵动，钓鱼岛这边就更加不群了。你群一把，好，我把灵动刷上，然后武装官的血灯又是九百的，对，就是说对面有双灯的情况下，这观战方这边的这个沈木林是没有理由去群的。一样，对面也 不太群，虽然说他有灵动，但也不太会群，因为这边也是九百的灯，是压大唐了，六千。那连两回合没动了，是，情形三叠有倒了，嗯，这把压倒了，是，他是有情就压一下吧，是，嗯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啊，下回合武装套化身了，不让你拉起来直接活，确实，观战方这边能拉的单位还挺多的，有时候女儿村要拉都行，是，十八个药，武装官二十个药，几乎不吃。套化生吧，这把应该是套化生的。嗯。雪天气的话也是一直续着，让我们这个，就是说雨天气的时候哪几个单位会吃灵珠，确实一直有悬念。二十四回合看看。嗯。压倒大唐过后，然后对面我感觉大唐建议好了，是不是说都得开始群了？反正扫宠，哎，来看一下套化生很关键，套中了，塔还掉了，难受。观战应该也不敢扫，有缠珠，那就是法防给大金，不够吧？两个啊，两个法防够。对，那后面可能还得给回春，是的。反正你没宙斯普陀，我乱吃。是的，就硬把这个建议给叠出来，硬叠建议了。七千，连了。一样，这边看过去多少血？哦，这儿金青了。哇，嗯，那这金青又是多个封印的解除。是的，两把都是神木，都是神木给的。那估计紫禁城是不是要考虑限制一下神木林的一个愤怒了？就是说金青这个点了。关单下把化身不好出手啊，还是活不上可能。嗯。那如果说他活不上来的话，对手怎么出手呢？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如果说女儿金套化身。就对战方的出手，如果说你要他如果不对位控的话，对啊，对，那两个输出点怎么出手呢？那就大唐出宠。但确实套化身的收益还是在的。对，那就大唐出哦，有高区了，观战方有高区了。嗯，他拍的五是，确实套的话，对吧？他大唐出宠了，也知道你可能要大唐出宠，我直接控法系，两边都拍，拍了个法防，哎，那这是扫的。没出，但说实话，拍过尺还是显著，有效果，哎，效果很显著。毕竟一点，冰一下，八千九，这高连了就很尴尬了。哎呀，这真很尴尬，这连的，本来是想给它去掉，是，这儿掉了，那出宠吧。所以下次要不要大唐平砍一下？大唐平砍加神木林的群，是不是说血线刚刚好跟个高区？是。那要是漫天出了，漫天出了，那漫天出了也行啊，是，
是不是？好像有点道理、哎、啊。一只宝宝换一个漫天。是。那漫天输了，我觉得是有收益的。这神木林的那个兵法连输了，对于神木林后续是没有提升的呀。人开化生活，我有没有卡套？没有。那活上？这样活？那他还扫吗？可扫。再给化生能动，没必要出宠啊。对。看一下打的招，哎，没暗防，扫过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说不神走了，走了，两边清宠都很快，没有说谁快谁慢这一说，都很快。大唐一半，神木林的宝宝倒还好，是，但因为他孩子掉了。对，观战这边也是神木林一半，然后大唐的话两只，但是大唐现在场上也没宠。然后这 PK 好像，而且这 PK 如果这么出宠的话，你说最后地钉咋出？出不来好像，没得地钉出。那不九十回合了吧？这九十回合见了就。然后五个人打五个人，打不到九十回合吧？我觉得这宝宝不省着点用啊，打不到。那怎么推掉呢？宝宝都扫没了，最后扫人就是硬建设呀。两边都在硬建设，一边有灵动，一边有金刚，是吧？是啊，看谁伤害高。哦，那这样说起来的话，化身回复战右啊。因为我觉得这宝宝这种扫法啊，你除非说哪一边优先进攻，我不让你扫我宠了，我要把你人压死。不然的话，这到最后没有机会出地钉的，宝宝都扫光了。是，但是对手始终拿一个物理速度优势啊。是他可以先手去压你大唐，不让你扫了。哎，对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至少那个建议叠好过后，我觉得钓鱼岛这边不管怎么样，物理系身上这个盾好像是不能断的。是。还有那个问题，你这速度没办法，因为你首先阵法再加你这卡片就已经定死了。定死了。哎，定死了。对面五速度位，你这边没有，然后对面又一张小叶，等于说10%速度差距了。是的。然后你这张卡进来的话，基本上你的敏捷也是不会去加的。对。我甚至觉得他加高防啊，就是加耐啊，就是为了应对两周师他武装去起天地的，扛宝宝的。哎，也是躲避。这让方颠倒成形啊。所以说这你说上普陀山的优势在哪？在这儿。他是个那个普陀吗？他是个那个清净普陀，赤化普陀，他没有三灯。哎呦，又是一死啊！神木林不会跟的，八千，我晕，壁垒神了，在这对面神不神？掉了三只了，哎、主心，孩子还在是吧？大唐没出孩子好像，但大唐的孩子可能就是魔镜那种的话，就生存能力也没有那么的好。反正扫过去不暗防加兵也就走了，也是，哎，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两边就是换宠，说白了就是谁能多神一次，或者说扫的时候暗防能多，对吧？能多蓄一下。但如果说扫和兵啊跟同一个单位的话，就是你觉得有点亏是吗？就怎么都站不住啊。是站不住、站不住，都站不住。 对， 对，现在九层和九层，观战这边得跟对面错开扫啊，但错开扫的时候给你控了。控武装有撞对面武装冠，哇，也是耿直拍尺，再拍一个。但这把化生还有水清吗？应该没。啊，有。而且大家心里都有数了。好像我这个灵元啊，是留着我也没啥大用。对，没啥地听出。这场 PK 真的，除非说谁要先发动进攻啊，把这个主动挑起来，不然的话，真的没得地听出的。你看看，这哪还有时间出地听？都得出宝宝顶。一丝又来了。哦，好像还有没了，还有个二号，二号吧，二号不顶。哦，还行，清掉。但是官方大堂还多。关键是神木缺。哎，神木宝宝少，但是就算少，他还有四只。对面大堂得干扫了吧？而且神木场上站着一个呢。对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比对面大堂还领先两只。是的，这宝宝这回可以暗防。暗防，暗防。还是说对面压大堂了？
是不是像刚刚小熊说的，有琴我这把又扫家琴了？但我觉得他压大堂，但这把压大堂不能在彩圈的时候压。对，在说你能扫的时候压，对、嗯，这样的话能限制你一回合。那就先出宠，先出宠也行。大金青出宠是不是有点浪费？那应该，那他也没事干呀。是武装精好像也行。那你说让他干啥呢？给宝宝点个灯，接着扫好，化成四的宠，腾挪进。扫掉，扫掉就五个，还行。哦，这边也差点掉了。这说实在话，这么酣畅淋漓的 PK 啊，我觉得真好看。说实在话，哎，这个拍歪了。他拍的应该是那个大堂扫的那只，嗯，跟的。这个滑的，嗯，四号，这个五号又起来了，这把怎么说？那那高区掉，高区还在不在了？不在，那四号呀。是。拉着四号开始拍的尺啊，嗯，所以说对面也是很会挑回合、啊。摇铃铛，塔一下，怒吼一下，再拧，你啊，这抢得回来的。拧大堂，难道说官方大堂这把出了个东西啊？下把要压，但不是有颠倒也没得压呀，没得呀。拧再加，如果这是个马，有没有可能把速度拿回来？没变，还是七八。我觉得钓鱼岛的宝宝应该全是马。我也觉得，对吧？大堂这个点位应该是。对啊。那如果这样都没速度，那就真没速度了。你到头再补个速度圈。是。嗯。那我相信对面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你武装罐和神木林都在控制里头。是。那我没道理不把这个您给你丢回来呀、啊。是。当然这把我在想紫禁城有没有可能，我这把也不好说自己有没有速度，我先。出个宠，或者说先这把我先不扫了，哎，是对吧？我这把先不扫，嗯，免得你压我。对，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速度啊。但是给观战方这边丢凝滞是给自己加流云会更赚一些啊。是，因为给自己加流云的话，如果说你拉一些快的这种地听宠啊什么的，嗯、还是能多一手防备的。对，这样也是上起三点直接上来。嗯。还带到这鬼魂虫、哦，这鬼魂虫啊，直接摇铃，实在没了。破甲给女儿村也丢一下啊。就在我们说两边清宠的时候啊，两边大堂都已经十层建议了，直接扫不管，扫掉。确实不太好控，这边倒是先上只人啊，不着急。观战方是想错开跟对面扫的这个时间吧？他没速度，没办法。嗯、是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马上对面十一了，我提前盾了以后，嗯，我再考虑扫的事儿。是，万一你这把扫连破了、哦，对面四号是高区，武装的宝宝没了。哎，是。那这种时候确实也该补高区了。是的，那观战观战扫过去了呀。观战大堂这个可能也是个高区。嗯，可惜被冰上了。这被控上挺难受的，怎么说？女儿村要不直接水清大堂给个花户？关键神木有金了吧？他这个阶段是没踩塔呀？踩塔了吗？刚结束五回合他，踩的结结实实。好、哦，他也没擒过，也是、嗯、啊，好像也是踩的结结实实、嗯，就看敢不敢放。因为两把了，先把高区、那个、哎，先把高区给你清掉。普陀保宠能力还是弱了点，但是对于这种法防宠而言的话，可能说点个血灯也挺舒服的。暗防，暗防了，不够。那血不是特别高，逆刃顶，神木跟一下，冰，神了、哎，神了。对面十一了是吧、哎？不是暗防壁垒拍是五千，啊，对面十一了，这边也十一了，只不过对面因为没有起纸，所以说这个回合扫出来有建设了。嗯，那是不是先不扫？看一下他怎么想的。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不过好在是有智化的这个颠倒五行、嗯、也不太怕说我扫的回合你这边直接蹦地厅或怎么样的、嗯、但是蹦地厅现在的话呢，其实观战方这边因为只有两个慢速单位，而且大堂还休息，是也不存在说啊、你扫完之后我再蹦地厅对吧，蹦个这样那样的，所以说也就还好。其实那也就控一手，控武装吧，嗯，控一手武装官，他不控带花女儿了。我觉得也行，因为他会控过来，对对对对、嗯、躲避嗯，但我真觉得他不一定扫，先对，反正也没中嘛，也就还好。太迟啊，清二了，哦，孩子先，嗯，也行，
这还是仙人指路的主要。嗯，平找了个半天，就签，拍迟了。嗯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要跟你大唐进行一个同步，那我不管怎么样，嗯，我能扫的时候，你好像不太敢扫。嗯，是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无形当中把这边大唐的这个建议给……但纸人防御圈还这么有自信扫到半血以下吗？半血以下，我觉得没问题吧，不能贴的。嗯，不能贴，而且刚又加上了新的行程呀，也是一刀两千多，那就三刀下去就那个了。只不过说建设的威力可能没那么足。是，看一下他怎么想。如果说是硬压的，一刀两千多好像也没那么好扫吧，有纸人啊。那还是稍微相信，但是地加的话，可能后面那刀肯定就把第一刀也就补上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是有的，扫个半血没问题吧？是。先补个光，哎，因为这边也是一层了，不想有意外，不让。想扫，哎，想扫，骷髅怪过去没中。干嘛？不扫啊？难道？破甲给第三个，对面大唐扫谁？啊，也是人过去了。两千开，弹甲一千六，那死不了，因为没有那个。有情的，观战有情的，他不留着荆轻了吗？疑似取鬼的没有。冰过去，嗯。冰是不是有点儿？你得抽吧，怎么地也得。不过他好像没风铃，对，没风铃，嗯。哎，他是不是冰锥啊？啊，应该是冰锥。对吧？他也没抽过呀。哦，对哦。对，冰锥啊。哦，冰锥啊。那冰锥就更应该抽了吧？啊，差不太多呀，确实也行。冰锥经脉下确实差不太多，差不太多。青石蓝，但是有毒。而且大唐大唐休息不可能扫他的，是不可能，就是说侵蚀他的，也是。哎呦，侵蚀重啊，嗯，难受。人侵蚀的抗风，我感觉。很少不是那么小效果啊，但是你说他不准，你说他没有抗风吧，他有时候也挺准的。渡劫宝，对面再耗你一回合，不再平砍半天，反正这把剑二十三是没意义的，是一万一哇。神木林也动不了。下把扫你神木林不让你出宠，敢不敢？幺六三没破过吧？对面擒过来可以，如果没擒的话，哎，有擒可以啊，对，有擒可以。云头扫过来，然后再补琴。这神木林云头啊，别信。是吗？我神木林的云头别信。我真不信云头神木。你说其他单位辅助单位云头那是真不能碰。神木真还好，而且他会根据这个法系门派的原因，就是说把他这个耐力点稍微少加一些的。而且也是知道对面没地府的，青石这还不点，就不给你出宝宝了呗？笑里一手，顺便把你刚刚那管塔的愤怒也清掉。套中塔没掉，这不来了，灵动刷上青石，这秒过来，一千八开，两千六，三千多吧，是有点抗性的，两千四。那就出一个幺六，哎呦，没一个没出，嗯，宝宝没出来是最伤的，宝宝没出来是最伤的，还有愤就是愤怒被清了。不，这幺六三一次不出，确实也有点儿，哎，对，嗯，运气差，对。观战突然节奏不太好，是，其实还是主要的问题还是没速度，嗯，主要还是相同阵容没速度，你哪怕是二三都还好点，对，二四确实太难受了。一三打二四呀，嗯，而且他没有哪个点说你去水清保着他，他能给你自己全队带来很大收益，没有。拉起来，人体，然后套化生不给活，难受了。只能说宝宝能拉出来，拉出来是，宝宝能拉出来，对，这要是拉个逆境，巨帅，真的。十四个确实可以出个血宝宝，就看有没有逆境了。而且这一回合感觉五龙丹也喂不出来吧？隐身来，你进来了，巨帅！段方这回合得出宠了吧？嗯，不能再过来了吧？那再过来，我觉得就再过来。这把改压大唐，
不给你扫，扫你大唐等于保我宝宝。那主要是我觉得有盾没太必要吧，他只要扫到半血动不了就行。对啊，混元散啊。但是我觉得这把官方大唐应该也不会扫。这把官方大唐不扫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扫，他也会觉得你可能会来压我的血量，除非他有万全的方式保证一定控对面大唐，而且对面大唐这回有清静，应该不太扫，还是得错开。对面两封戏主要是腾在外面的，观战两封好像不太敢动。是武装观差不多有怒了吧？观战武装，但是一把到目前为止，好像这场比赛是不是一场一把清风都没放？其实我觉得打那他被武装套着，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被武装套啊。我觉得清风其实有时候该放还是可以考虑放一下。哎，对，毕竟你吃下去的药大多数都是五龙丹。来，清风很扫、哦，那这就扫出去了。哎，这肯定扫出去了。武装控谁？哦，有这儿有金青。嗯，反压对面大唐吗？但是他没速，他侵蚀嘛？侵蚀怕啥？哦，也是。嗯，但是那他压大唐干嘛？回血难嘛，他普陀。哎呀，大死亡。没反过去、嗯、那就难受了。好在这把是扫的宠，是啊，但一样后面也不好受。暗防防住开扫四千开，这侵蚀好像倒了，包倒五千，有连破没？宝宝呢？二号还弹飞了，这有连破，还连破，夸张。但观战方这边宝宝也掉一只，但是对面的那个二号宠是等于说扫的时候顺带掉的呀，是、直接开始给面伤了。嗯，神木林开群了，那宝宝憋不住了呀，杀神木了，这边轮到观战方杀神木了。他不会暗防了吧？这不可能，这把暗不起来，他有反吸速的优势，他把宝宝拉出来，倒了就倒了，就怕穿了。清风来了，有163，刚刚这那也是那也是霍家给过去了，过去了、这一定过的，不用想。宝宝肯定得拉，是，我感觉几个盾啊，钉了，他钉了，那就得看，看一下神木林是怎么过的。哦，不对，神木林没愤怒，只能冲，差一点，没有连，没连，避雷，不够，拍不动的，拍不动的，不够。你像这都第几轮的避雷了？是但是女儿村开场宝宝啊。但是现在两个残血，普陀怎么回？哎，他大堂起来干啥了？确实没动，确实没动。啊、他不会以为有人给他活血吧？没有，这没道理。那等于亏一回合。补宠呗。哎，但是也别着急补宠，有没有可能直接借着这回合直接就把大堂给按了？怎么按？有盾。他没瞬间回复能力、啊、哦，不对，回他只能扔剑，没必要，对啊，没太必要，他没瞬间回复能力，扔个无魂不让点灯，宝宝也起法防，他要压就扔剑，那这扔不出来，我觉得骷髅怪没有没中，灯上武装的灯和普陀的灯回的血量是一样的，夸张。他没有那个嘛，没他是对没有治疗的经脉加成，回春给一个，也还行。那这一回合法防虫给一个，孩子给一个，能扫啊？能扫了，能扫了。那你这骷髅怪不也盯一下？要不也盯一下？这大唐也可以考虑，对吧？观战大唐也盯一下，要不？是，也要不给个渡劫算了吧？啊，也行。但不是给个渡劫，又多扫一刀，给个渡劫不就只能把宝宝拉出来？我觉得倒好像还是得倒啊，那就得神木林的宝宝再去补一个大金，就是扫完之后，神木林宝宝补一个大金应该能救，也行，因为药多，那是药，药是真大金太真多了，大金是真多，大金太多了，排斥排孩子吗？拍孩子，那就扫了。哎，可以，还他觉得你孩子反正肯定是要卡大金的，的我这把扫你。修人、我不让你动了。这个拍歪的吧？拍三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拍歪的。是，给渡劫绑、绑一下，那就是要扫。那敢扫吗？渡劫你觉得？那要不就是说渡劫，我先把宝宝拿出来再说。
平砍嘉宾暗防了，他盯了、嗯、暗防了，暗防了，你暗防我也会，但是对面不上当。我觉得暗防那就别渡劫了，就顶个大金就行。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宝有点多，万一对面出金石啊，也是，那也是。这把雨天没抬手，都没抬手、嗯、观战抬了吧，观战化身、啊、我说武装、哦、武装没抬手、哦、哎，武装没抬手就证明啥猪都没带，啥猪没带，就是觉得我这个时间长，我多带个药。就是那我还是觉得珠子的效果，你们出一次就八回合，带个风铃珠后面烟雨剑法、啊、算了，那算了，歇了吧歇了吧歇了，那还是多带个药吧，那还是多带个药吧。那我觉得武装的这个收益还是大的吧，大的灵珠、啊、大的是防止你人开金青。嗯，确实现在控制力已经给得很足了，没中大金给上。嗯，盒子扔，对面也不用再再来一个，这不会当回合了吧？这要当回合了的话，那大唐下巴就只能出洋户了。是啊，嗯，大唐也给你笑掉，来当回合了，看幺六三，幺六三怎么弹？嗯，不过说实话，按照对面大唐的伤害，这个神木林不是一点平阴的呀，不是一点抗性都没，倒了，出了一次。嗯，哎，他法系比这个快了，法系比大唐快了。这怎么玩？这大唐得多慢？血腰带，夸张，不会玩了。但是一会儿宝宝掉了以后，看一下速度回不回得来。因为都没宠的情况下，没理由变速。确实也没对吧？没理由变速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宝宝掉了就没事了。哦，嗯，直接换了两只，大唐再出一只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是被发现，有的时候可以被对面找机会啊。那是不是对面要想办法，要不就是留哦、啊、这边留回来留回来了。嗯，我刚想说对面要不要留个法系。嗯，就这样，对面把法系留了，然后关键时刻拧你，因为他自己拉马他自己是知道的，对，而观战是不太清楚的。啊，这扫了有点浪费吧，也行，那他也不知道嘛，对，扫掉了也就还好，掉了就行。对，哦，他是女儿出了一只养护，大唐接着去扫。嗯嗯，那还是有点拖节奏，扛两回合，毕竟他后面没有宝宝可以拉嘛。是，他那孩子能拉吧，他大唐不，他主要是现在是想他大唐可能还是想憋点那个最后说要去冲刺 的宝宝。对，那这养护不得挨扫了，有盾再来霍家女儿村，女儿村光是补过的。嗯，补过的，对面血量够扫。嗯，想找半天没找着，没看到，但宝宝清掉了呀。是，而且对面也很明白，就你休息的时候我是不扫的。嗯，我就得给你威慑力，你敢不敢扫？这把你敢不敢扫？给你压迫感。但是如果观战方扫出去的话，给的面上压力肯定是比对面扫过来给的面上压力大的，然后你还是少扫几次，我觉得也不一定特别划算，就等于是硬换操作换回合。但我觉得对面大唐这样露在外面，你敢扫吗？真不敢扫吧，这扫出去你除非金石。那其实上回合他也少扫了一次啊。但这个建议不影响了呀，就输出没打够吗？上回合的话就没扫，两边的大金啊，这场 PK 打完都吃不完。嗯，哦，出了，我觉得也是，你这憋不住，再扔无魂，中了，有没有慢？没有，没有，嗯，直接反压。钓鱼岛现在想的很明白的一个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死压你。五八千，建设，三千八，死压大唐。嗯，你想压我是吧 ？OK， 我知道你的回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回复。我这时候就开始给你造实体，我也不用造多，就压你大唐，而且无魂压，是无魂压，你起来不一定干啥，不敢好动。嗯，普陀只剩下三回合的血灯了，大唐身上收不了，收不了，收也收不动。对，
但我还但你不收，你又怎么点下一个呢？大金够用，就是硬顶大金和回春。硬顶大金扫完了拉倒，对吧？嗯、是，但说实话，你这么搞、啊，其实我觉得钓鱼岛真的没有必要把七点剑，就是他两点剑啊。就比方说，你觉得又要跟我平回合来扫，是不是？是是，我直接扔剑，扔剑再杀你。哎嗯、这个时候钓鱼岛只要频繁的造成对面大唐死，他其实压力就来了。是。套化身啊、不让活血。嗯，那观战方这边队长有清风吗？血量也是有清风，但是他，对了，点着点着话、哦，就是要保这把活血啊，不然这把清风没有意义的。嗯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啊，忽然间钓鱼岛的武装想起来自己这个技能、哎、真中了，但是有漫天，嗯，也行吧，不亏、嗯、勉强不亏，我觉得他想要吧，想要吗、啊、也他 A 宝宝也是 A 啊，是，对吧，对，漫天出了就行、嗯、他这血量又扫不了的、嗯、难道起来起个盾6500，这宝宝血量也不算多啊，这个力劈，我感觉因为马上到48了，对吧，嗯，如果说再有1到2回合钓鱼岛还看紫禁城，你还是跟我大唐平着回合，想就是不让压我速度，让压我不让我扫的话，我就直接扔剑，先扔3点，嗯，对面不好回血，真不好回， 是要很多，但你总有吃光的时候啊，那3点剑去换俩大金，主要是你得换回合，嗯，就是你不能说被对面威慑，你自己这边就啥都不动。嗯，观战这边，我觉得可能胜负点就在大唐，谁多出手一次，谁少出手一次。其他我觉得基本上单位的操作基本上都是锁死了，就是封与被封。嗯，哇，哎，怕那个残血宠，怕全力，怕全力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因为他劈孩子劈4000血啊，也是。但血其实看到还好，嗯，没有说全力那么夸张，就那种改的应该是资质满的，嗯，1700，渡劫给到了，渡劫给，普陀刷灵动，什么要开群了吧？我觉得，他刚刚就在群，破血先清掉，哎呦，啊，没事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喷多劲，再冰，再连，那是有高有驱鬼吗？驱。驱的驱掉变脸力劈，然后还有驱，那也走了，也行吧，一换一，只不过这边是个高鬼，一会儿再出俩，哎，这个不是鬼魂吧，不是装，这个应该不是鬼魂、嗯、但是这个带着真阳令器已经砍了好久了，是砍了好久了，那他是鬼的，对，摇铃铛摇不掉他怎么办，是赶紧出驱鬼了，得有没有那么多啊，3只不一定，你钓鱼岛不可能，不是钓鱼岛有出过呀，主要是不是说没出过，不是说没有，只是说有出过，没有剩下的存货了吗？不一定有那么多。速度圈想看看，但速度圈好像也救不了太多。这两边速度差距，主要是我觉得观战这个大唐太慢了。对，两漫天了。嗯，你看，你还是跟我平着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孩子好了，再起蹲，神不出一个驱鬼。啊，直接先命中。哎呦，那下巴憋宠，那下巴这神不灵，压力大了。压力大了，对吧，这神木挨点啊、嗯、是，而且魔镜孩子出来怎么说，但是如果说观战方这边真的强行跟你大唐换，你就是说我的神木换你大唐好像也赚，但是观战这场上宝宝是不是太薄了一些，先出一波得出宠， 嗯， 嗯，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先用剑把你大唐这把先压，你可以扫、嗯、但我先给你压倒，压倒化成宝宝出来，下回合把神木拉起来，神木宝宝也先出来，因为颠倒两回合嘛，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倒了，神木可以直接出地听的，你下把普陀是来不及补这个颠倒给大唐的，他、嗯、吸不了。青石，青石扫。哦，那扫，那扫了，那扫，那就不扔剑。看看对面压的是不是神木吧，感觉压神木是收益最大的。套大唐没中，嗯。青石抗风。哎呦，哎，小魔头没回来了、嗯，但魔镜没加上，或者说隐身没出来。金刚也要扫队长，这应该是扫他的吧，小扫小魔头的吧，扫队长的吧，可能哦、嗯、一个宝宝全清扫女儿、啊、因为观战女儿喝酒了、哦、那是不是女神木就不出宠了，直接抽了，抽了抽了抽了，要把这个金晶放出来连破，但是这个血量抽的死吗，不够吧，不好说，因为他没那个不是点的抽的经脉，对，冰这1000，
这不直接给你吃效力？是五只宝宝出来吧，这能怎么办？压你神木，你神木宝宝都出不来。嗯，神木要不盯一下，少谈点建设。这把骚女儿我觉得有点儿，但当然想法也对，他要喝酒嘛。嗯，对吧，他喝酒了确实想法也对，但是对面确实一直把重心放在青宠上的话，观战方这边这五个光秃秃的站在场上，但是他连破了，他其实可以再扫、可以再扫，可以再扫，再青石，再青石、不出上端先出吧。 那说实话，这就直接硬顶了，这就真是硬顶了，这硬顶顶不住的呀、对，那俩输出 啊这硬顶顶不住，上端先出嘛，两输出去操作两个魔镜扫谁？我觉得扫云头吧，扫神木，扫神木、扫云头吧、不给你把宝宝出出来。哦，那就可能都出宠，神木暗防没不盯啊，别把大唐弹的。哦，还是他青石，青石不用管啊。对对，是，那就是宝宝出不出来，再扫他，再扫那死了。但其实这样子我还是感觉啊，就是钓鱼岛再连破什么，就是我是感觉钓鱼岛的这种打法，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哎，这都没宝宝了还在这儿啊，当回合出的魔镜没了，魔镜没了，但我觉得伤害够了，不太需要。还有两把剑呢，我觉得没问题的点就是在于对面是普陀，我觉得这就是关键的点。这把再扫你大堂，对，我甚至我这把先不扫了，我这把剑你大堂，你两个单位的，他两个实体了，是我大堂下把还能动。对面普陀是不是得波澜一下自己大堂？他哪有波澜？他置换吗？他置换的，他没有。而且这个时候颠倒开始，剑没了，我这时候是不是拉起来可以出地听了？不是，这大堂怎么又青石啊？哎，但是但是中了、这好像没得保。化身有没有保的空间？我觉得鹈鹕对吧？哇，这把没拉人，直接扫倒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鱼岛开始要向着有的开始迈进了。什么连破加青石？不是，你敢信？玩不玩？不是这，真没见过，这确实这场面。风卷，风卷梅花招吧？站住了，能辞？啊，辞吗？没必要吧？那你这时候怎么换大堂？辞起来要干嘛？辞起来压这边大堂啊？辞一下你就少一个要去对，满血的单位。是啊。你青青其实跟慈航我觉得没区别，那倒也是，反正本来残血。对，慈航是好一些。主要确实没有那种瞬间恢复能力的话，没有没有，他要让这个大堂起来。对，这样的话神木也残了呀。神木血量算得很好，但是这太残了吧。辞起来先反正他们肯定是经过精准的计算。是扔无魂套化身不给回、不给活，黑羽也顶上，打得还挺细的，不让点灯了。也没有要点灯的吧？没有对吧，灯都有、也不给收，反正啥都不给啊。扫大堂了，是不是暗房了吧？暗房了，暗房了，暗房了，因为他是扇子盯不起来。哎呦，无魂也过来了，而且这把很关键一个点，他建设这么多没建设死神木林。是的，那神木林孩子出来了。哦，这四号也没有墙了。很冒险啊。那这怎么说，对面女儿村现在感觉处境很尴尬。先顿吧，先顿吧，先顿吧。两边的操作逐渐奔放。对，但说实话现在钓鱼岛有优势，有优势。虽然说两边大堂手里边都有剑，但是观战方导人他化身能直接提上来，对面可不行。就恢复能力嘛。对，就是恢复能力嘛。而且女儿村这个九雷癫狂状态确实让他有点尴尬，只能先顿，没别的办法。是，不过下巴可以笑一下观战方的女儿，女儿笑女儿，女儿笑女儿就行了。青青很舒服。是，大堂扫了，队长没盾扫大堂吧？可扫大堂，还是扫宠？等我来看一下，都行，我觉得。但对面这把女儿能动了，女儿的癫狂给解掉了、那还是不让大堂动，就是我要让你是实体单位多一点。也给群开面伤了，刚刚好。
主要尸体单现在是残血单位越来越多。四号还啊、哦，都守的大堂。嗯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啊对面开始忙，虽然说普陀把灯挂了，可能没有别的事情，但颠倒不那么急的时候，是这边开始弹地听，就不像最开始我们说颠倒都挂着，很对吧？我不是很怕地听了，对，尤其是大堂。现在得亏也就是对面场上三个血宝宝，拉起来俩大金能扫。嗯，是，十二个十，十三个药，药也多，药也够，一拉两大金肯定能。这里有金青够，但是有金青。其实刚就说，其实应该笑，对，笑过来，应该笑的。金青解掉了一下子太开心了。是，那这但这边也没套中啊。嗯，这样提了。其实我觉得九转还多、啊、多。他还是想扔剑了，不是扔剑冲，还是想同步，想跟你大唐同步。那但是刚刚没讨到什么便宜啊。那至少我跟你同步，你有这个惧怕的眼吗？八千，闪爆了，嗯，恶爆倒地倒了，嗯，因为只有三百六，再加一个三一百血，嗯，你同步也没啥用，除非交剑吧。对。这时候只能是拉起来用剑硬压观战方大堂的一个出手了。我感觉这个时候啊，嗯，剑杀女儿，观战剑杀女儿是吧？对，嗯，剑杀女儿下回可以杀神木，就确实恢复能力不足的这个三个尸体啊，这 PK 玩不了了，嗯，三个尸体玩不了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女儿就九还多，对啊，女儿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是得怎么想，就是或者说就把套进去之后的时候再给他剑杀。因为毕竟酒还多，套进去的剑杀好像好难啊，很难造，就只能是当前或者你就直接套他看有没有。嗯，可是对战方两个风息一直在管武装啊，是是的，菜了，七十，大死亡快不能中了吧？二十了，嗯，两边其实都差不多，不过对面大堂这个阶段没太横扫了，是。哎，好重好重，有水青梅没了没了，这应该没了，应该没了，讲道理应该是没了。想他想，但亲手但亲手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他还是想杀女儿村的。是是是，但是化生这回合讲道理应该是没有这个没有了水水清啊，亲石要水清啊。说实话，果然是钓鱼岛的打法，我就死保输出。哎，现在没用啊，有青石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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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青石啊，除非直接压死，压不死。还剩啊，嗯，啊，也行。想弹死，还是说觉得群秒的话能把女儿村带死？应该带不死吧？弹死了个大堂啊！哎呦，这幺六三出的难受啊！是，壁垒还跟不死，三点剑还交了。是，钓鱼岛优势逐渐变大。他这扫过去没问题，让他出不了手啊。是的，武魂丢一下，血量真回不太上来。对。赶紧套法系，观战女儿又喝了一个啊，中了无魂了。嗯，继续技能拉，再压吗？会不会再压？他没有控化生吧？我觉得应该不压了。他没控化生，不会压吧？而且起风也没意义。哦，戳宠去了。哎呦，宝宝还神，难受。下巴怎么回？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找同步了，虽然说也没有别的操作空间，起个盾也行啊。起盾没意义，这么点血起盾有啥意义，嗯，这个时候就是同不同步的已经不重要了。嗯，被压制住了好像。嗯，这边女儿村喝了个酒你咋办？你效力好像你也得倒。嗯，是效力也得倒，对吧？是效力得倒，是这个理。但你不效力好像又不行。嗯，这女儿村你下去等于把你女儿控了，锁死了。哎，扔个武魂给大唐呗。笑了，然后武装控大唐。那这化身，而且这边让他动呗。不是，观战武装清风也能保啊。对，主要是有清风，对吧？嗯，图上还有武魂呢嘛。啊，这都能算进去，一个解掉。嗯。哦，给法系怕侵蚀吗？大死亡，那就是又扔剑了。清风，哎，保法系，这样两个点都能出手。大死亡，应该是扔剑了，我觉得。嗯。
灵动加点法伤。啊啊！无魂。啊。无魂的话，那这边的话，剑过去对面女儿村没了，加圣木林群啊，神佑。哎呦，把戏还无魂过来，风卷过去。嗯。有盾，有盾，有盾。这把好像没有算的很细啊，善爆，而且这个也善爆哦。那剑他想要两个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女儿村没有右键，没有右键看对面女儿的那个护盾值有多少。嗯。但其实给恶爆，我估计这个盾也差不多了。是差不多了。但我这把还能动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是，而且观战女儿村刚刚吃了笑礼，对，武装官又清风望月状态，这俩风系这回合动不了。女儿人开化身，人开化身，人开化身。七宝，大唐不行，出个宠吧。三只，哎呦，不好玩了啊！没算好吧？他是不是想两砸？是不是那个武装？武装来谛听了。你看，没有颠倒了，没太有颠倒了，你就是只能点灯。是血灯点上，这普陀操作固定的。是。嗯，这个有再来剑。嗯，倒了。嗯。有没有弹大堂？哎，神佑。战神宝。法系有，法系有。法系战神宝典尬住，善恶虫怎么说？我的天。恶爆只有300滴血，又神住了，又战爆了，啊？嗯，啊？两把剑就这么，什么也没做。啊，这，那你也得先防这谛听啊，这谛听快的呀，这谛听压大堂，压大堂的，哎，压大堂的。武装几点连？五点。嗯，那就是说对面女儿村得真官方武装，不能让他哎。不过齐加了，现在好像也就加了。对啊，也就加了。但也得真，我觉得真真女儿，真女儿，哎，真女儿不让他加敌了，敌现在是实实在在1.5啊，对吧？嗯、你骑过去只有0.8，真女儿了。反正都是江枫一命中率嘛，是对吧？真谁都行。只不过说呢，你真武装，武装给不上，就是他神木林吃不到。封了吧，要不啊？不管谛听吗？也得管一下吧，我觉得谛听稍微给点尊重吧。是啊，罗汉管。嗯，那如果武装加成，就是神木林的伤加成也来了。嗯，开始。那一滴一起。哎，观战女儿又喝了一个吗？又喝了。哎，没有啊，癫狂两回合。第二次，哎，他这干啥了？哎，喝了个真露有没有可能？嗯，他速度。先看一下压，哦，轻。清宠，清那个要把那个鬼魂压倒，压倒，压倒，要压倒。就是你现在场上倒一个宝宝，其实也是有效果的。是，不够，这不给真阳令骑，他觉得清宝宝够了。那要是没罗汉也确实够了，确实够了。但是我是觉得，那你这伤害加了也能加到神木身上。反正法系会群吧，对啊，会跟群吧。一点又见呀！我就不信你还能神，这把我不较劲了，我就压大堂去了啊！哎，而且还把这个宝宝也拐倒了，是带倒了。但这样子吧，其实我觉得紫禁城是缓住的呀。嗯，因为这时候面伤下来了，而且罗汉也接出来，直接换孩子，换了，直接换了。他要再扫法系的话，对战方也不好顶啊。嗯，观战女儿两回合没动了，药没动，十一个我看了没动。哟，盒子丢中。我这时候好像丢中也就丢中了，哎，也就丢中了，哎，也就丢中了。嗯，还好。来个精青，很舒服。那神木林先密了吧，先拉密润，互相密润。嗯，守大堂的，嗯，这不一定是，对面没提，提不起来吗？是不是等着那个孩子？他速度太是，他速度不对，全是快宠、啊，嗯，都是快宠，全是快宠，不好提。还说普陀人提的，啊，那他人提出宠是吧？出宠出来，人提本来想出个谛听，嗯，给点压力，对吧？我快宠多，你群秒秒不到，是。结果普陀弄盒子了，这节奏一下子打乱啊！是，那普陀没那么闲啊，你出你给个颠倒也行啊！啊，也确实，我觉得该给女儿村上个颠倒，女儿也好，或者武装也好，嗯、因为你一个颠倒没有的话，说实在话，谛听出来对面也罩不住。
七宝，七宝没解掉，俩七宝的问题出现了。四御空大堂，那这时候说实话，化生这个愤怒啊是一定有的。而且钓鱼岛打这种你用风系控我输出的 PK， 我太习惯了，太熟悉了。是。他剑多少了？21了，还差点。嗯，拉起来扔剑了吧？嗯，这得扔剑。渡劫。那要不大堂出宠，要么就这把就动不了。哦，对面大堂出宠。嗯，没扔剑。哇，这取秒伤还可以的。9000，冰锥确实是厉害，冰锥确实秒宝宝，确实厉害。嗯，宝宝出来了也就不亏了，但是拉人孩子没了。哦，这恶宝摸到没试出来，这宝宝是什么宠？嗯。我觉得是不是这药省的有点太夸张了？紫禁城那边就是说这段时间一直在拿孩子那360了，360的话就上个守住，对，血灯没有办法往上回的。官人方开大堂，这个开大堂你是挡不住的。嗯，对面二号血宠最快是吧？青石来能动吗？这回合问题是能不能动的，先按了再说。下巨剑压人。没风中，中了，中了，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嗯。对战普陀有没有愤怒？嗯，应该要压了，叫剑压吧。水清。那观战舞龙确实不多，还行，对呀、啊，普陀有愤怒啊。是。啊啊！哎呀，还是中了，也行吧。青石把孩子清掉，漫天有没有？没有，哦、一半，好像也中无魂了。哦，这个中的是无魂，中的是无魂，中的是无魂。嗯，反正这种法宝往你身上丢呗。对，他青石就两下吗？两下，两下，嗯、两下。宝宝再复活，你别说，现在这场面上看起来，紫禁城还有点优势。是，因为这个阶段的话，进攻断了。其实我觉得两边啊，你看啊，紫禁城是在省药，嗯，这边是在省宝。其实刚才那个局面的时候，如果说他这边能再出一只宝宝，嗯，但都是在憋，因为大唐到了3只的时候都不太敢出了。是，哎，而且两把剑被女儿村给挡住了。但是你怎么样？哇，那个省药太关键了。怎么样让紫禁城的大唐能扫起来？硬吃俩大金扫一手，那只能现在来说只能硬吃俩大金。哎，硬吃俩大金嘛。嗯。只能硬不扫起来的话，观战方没压力的。确实，主要拿到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对面的这个神木林，但没按钉，没按防，套神木没中，要剑，要吃剑，在水。但吃剑的话扫不出，扫不出。但我在想，他这个时候应该也知道自己，他也没空大堂，对吧？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我这个回合是不是就出不了手，或者上盾，或者出宠的操作。但水清一定是扫呀，跟风卷够不够啊？跟风卷够了，5400，一丝。嗯，宝宝够了吧？宝宝只有3只吧？善报。哎，这不保的吗？这对面是手里边明捏剑的倒了，恶报倒啊！明捏剑这么玩，哎，那不好玩了，好像。女儿村在控制里头，吃了把大风卷，这回合给你武装罐吃个笑礼。女儿人体大人拉，然后火生，嗯，化生火，但是你这化生被封了，你看。那武装罐的愤怒怎么办？哦，清清了。那怎么说武装人体吗？四号拉吧，四号拉吧。起不来。哇，直接出地庭。缠珠台。那谁拉、啊？谁拉？四号吧。大唐呢？四号，你这回合站得住吗？而且地庭秒掉了，哎，这 PK 不对了。哦，一号拉。那，但是、两只五号还有。顶哇，贝玉，但是不一定够。够差一丝，哇，真的是差一丝。哇，这宝宝被他拉出来了。还剩一只，嗯，最后的时候真的这种宝宝的速度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微妙，是，就有的时候你慢善恶又好，嗯，其实他刚刚索性两慢，对，哦，索性两慢，小四海血量也能抬上，能抬上，哎，他但不是他出贝玉了，不出贝玉死了啊，是他出贝玉了，嗯，那一个地庭就好防了呀，那也得防啊，
这个地厅就是刮宠的，因为他大堂已经有颠倒了。是啊，嗯，一个地厅就好防了，刚刚两只确实有点怕。嗯，你这边有武装的5.0元，但这个阶段紫禁城确实把节奏拿回来了。是因为钓鱼岛自己这边扔完剑之后呢，好像把自己就是大堂也不太扫了，嗯，加上一被控啊，那么没扫出去。是，那其实钓鱼岛前期的优势也来自于他前面那个大堂连破青石那样出，一直出是架不住，对吧？是是，确实运气守恒。那对面那个神佑确实也是给了钓鱼岛沉痛一击啊。嗯、对，那把神佑神下来真的是两次，其实、嗯、对两次。哦，昆宝要压大堂，把大堂先压倒，嗯，不让活。也知道现在大堂的一击横扫非常的关键啊，5000。那要被控武装，然后观战武装有个怒，武装直接罗，这一手配合很漂亮，而且大堂很有可能这一回合也罗，嗯，啊，观战大堂这一回合可能是直接罚战的。哎呦，啊，这个还好，问题也没有大剑了，对，罚战了，这活歪，罚战了，嗯，啊，这还硬看大堂吗？水攻起，伤害好。不是，他主要有置化，嗯，主要是有置化，没啥用。看看能有没有机会能把他的横扫压住吧。嗯，这一直在吸，然后还有藏神。哎呦，这连盾都破不掉。不过确实快。嗯。他也没打算扫，确实你一个地厅摆我脸上，我扫好像不合适，对对对对，不太合适。得给地厅点面子，但是你这个风卷撞罗汉上，嗯，一个宝宝没掉，哎、神了一个、啊，因为这把是没有人去拉大堂的，因为是默认化成活一口，是，哎，这手鱼确实换得果断，是，64回合，回合跑得非常快，雪天气给你控住，观战踩塔，武装官也没怒的，觉得你大堂脑子一提，16个药。啊，哎，哦，要活血，要活，嗯、要活血，要那就是扫出去了，要活血。那对面大堂也能扫啊？他不会想到高，他不会认为高速拉吧？先提干将，哎，问了，但这边也没扫，哎。想把鱼冰掉，差一丝。有罗，而且鱼确实它抗性，抗性还是。哎呦，铃铛跑了，这一回合。下回合轮到闪爆，轮到紫禁城的进攻回合了。哎，他不会直接杀化生去了吧？有可能。这没道理。啪啪俩诅咒。没道理，没道理，没道理。这地府都不带诅咒，真不带诅咒。也是啊，对吧？嗯。但是有大死亡啊。有大死亡。没诅咒。没诅咒的特技，伤害不够。不是是吗？没带，真没带。杀大堂了吧？嗯。哦，先戳一下，不让你动。哎，不给你扫就行。现在就是他目的也很明确。哇，5000孩子刚来，赶紧。这战神宝典都起来了。嗯。3000，他可能这样想。嗯。我大堂跟你换大堂。嗯。对吧？对。在这样情况下，我神木是有灵动的。是。对吧？那我不就是我的优势打你劣势吗？而且确实感觉钓鱼岛这五龙丹，而且他们化身不好动现在。嗯。孩子能不能配化生速度？因为前面他女儿村人拉人开人顶用了很多药了，是还能这8个药里边还有几个对吧？不好说。嗯，孩子要是能配的话就还好，能配还行。那大堂药多，但孩子配化生的话，对面武装官有没有可能套你孩子啊？他也没地方套了。那我就点套化生吧，别点套孩子。那我就不如点套化生。那关键谁开化生呢？你这个点套，孩子，我不应该快不过。孩子快不过武装的呀，他花卡，快不过花卡速度位，快不过，快不过，对吧？把孩子一套，这边控女儿，没中，没中，碎玉控大堂。嗯，但是对面普陀是不是也有水清了？笑武装，哦，笑不让清清，武装官确实没诺，刚刚那个罗他来的。哦，这儿够，这儿够，3号开的。嗯。扔个无魂，嗯，隐身引也引进去，化身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满，确实开了，灵光很舒服。颠倒再大堂动不了了，嗯，赶紧扫宠。鲲鹏，啊，飞了，还行。
廉颇再来。钓鱼岛今天的这个廉颇确实，嗯，廉颇青石。哎，对，廉颇青石。嗯，哦，一回合俩闯输，还行。嗯，嗯，一号也残了，节奏压下来了。又一个被玉海，香啊，是真的香。嗯。武装一个宠，看一下对面宝宝的情况，女儿还三，不过说句实在话，这么打一打，钓鱼岛宝宝不多了，都不多吧？紫禁城我觉得比钓鱼岛要稍微多一点，就是说从厚度来说，就是风系方面可能说补出来的这个能力会强一些，嗯，稍微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多的也不是太多，嗯。而现在就是说两边神木都在群的情况下，紫禁城那边作为一个要控愤怒的队伍来说，感觉不是那么好控。是雪天命中，扔个盒子连环控，但是没中桃花生，没中那防御圈了吧、啊、先防御圈，我估摸着还是得先防御圈。清风宝大唐出手，嗯，但点着大唐清风的，是又一个被玉海，我这扔无魂就不让你出手，我硬来想扫扫不出去，那难扫，有点难受。但还是那个问题，因为三刀没金刚嘛，对吧，你可能死不了、嗯、然后呢再给个冰锥好像也就那样，看一下够不够，有可能是群的吧，也有可能群的肯定不倒嘛，冰的话有可能躲，哎，暴击了，说早了，对不起，那这一倒就不一样了，哎，倒地和不倒地完全两个概念，是，那你又扫不了了，嗯，这不光是扫不了的事了，嗯，得回了，得回啊，而且起来这头顶上挂着无魂的，这紫禁城好容易建立点优势，嗯，这一波又送回去了，是，真的大唐之间的博弈连破还是非常重要的，七宝还没解掉，嗯，再拉隐身虫，哎，这边有剑二十三，嗯，大死亡对他没用了已经、嗯、是。不过刚刚也是那么久，这三个大死亡一直不中，哎、再一个发文甲，这法宝拉起来，圈子先加上，还是得加上，嗯、尊重还是得给的。自在三千九回的不是特别多，先盾了，也把盾立起来。哎呦，下一回这七宝压力好大，是，群了两千是吧？嗯，再点灯那就是能回上这两千，有个毒掉五百四。他女儿的是卡一个、女儿村卡一个能扫，对，女儿村卡一个，因为五号宠刚刚那鬼魂宠什么的是药没怎么吃、没怎么吃，对，没怎么吃，卡一个俩灯能扫，但是观战方这边两封都在外面，对，而且七宝压力也大，嗯，俩七宝你要解俩，只能是一个解一个，只能是一个解一个，对对，而且都得成功，都得成功，一个失败神木就动不 了，这盒子不好解，嗯，不好解。概率不高，我来看一下。沈木灵能不能出手？嗯，两边好像没有说去出那个极端宠的意思啊。不是，这出不来极端宠。嗯，其实刚刚武装那个被划掉，那其实已经很危险了。那会儿，嗯，控女儿没中，但这边有金青，就当中了。确实在神木林一直群的情况下，这愤怒不好控，嗯，先回个两千血嘛，普陀再点一个，嗯，普陀一个灯，但是我们先别着急说这些那些的，好像这法宝全没解，没解，再来个回春，是套给点灯，给灯也没中，嗯，所以说这雪灵珠还是得带，确实这雪天气呢，是呀，星星咒解开也行， A 掉也行，但这边可以扫啊，接着扫三千，嗯，坦箭射，哦呦，连破有没有？宝宝神药，连破没有，哇，五千六，战神宝典伤害起来了，而且有灵动，是的，这善恶压不住大唐呀，压不住，压不住，大唐明的一个盾，嗯，这一号宠神药，然后如果说五号宠再给大唐来一个大，这回合扫出来，扫神，我觉得得扫神木了。扫神木不让动，不让动了，嗯，嗯，有没有可能学观战扫女儿？没必要吧，扫女儿的话这把，不过活应该是活大唐的，活不管不了女儿，对吧，应该是管不了女儿村，他刚刚那把群秒的这么凶，嗯，
也是。就是为什么要扫一个没有速度的女儿？真武装了。花生要回复。没中。嗯，那这把效果达到了。是。但你有没有觉得观战女儿要是倒了、哦很难受，我觉得这 PK 紫禁城就能推进了。他现在不吃大死亡了呀，他应该往神木身上打了。确实没意义、啊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他觉得神木的伤害对面能扛住，他不扫神木。嗯。那我只能是反正有灵动。哎。嗯。是。三千。有渡劫在，倒不了。有没有？还没有廉颇。有廉颇还行。还没破渡劫。是的。风卷根。女儿村其实有点危险。弹甲了。我真觉得这把要是给女儿村造封杀了，嗯，钓鱼岛不好打了，对吧？因为注意力全在大唐身上，嗯。而且你拉起来喝酒，好像也没什么没意义的。这把化身不好动啊。现在还是紫禁城那边速度优势体现出来了，全面拿速度优势确实体现出来了。那观战神木的话，差不多也有一把怒了，嗯。女儿碎玉过来了，嗯，哦，先相思寒尖，我去，这武装废了，这七点针就扔了，反正也不出地哦，不过他还有那个，他倒是还有剩余的、嗯、哦，那也还行，确实多啊，嗯，多，躲避，嗯。大死亡这边有。这如果说当前回合来个大死亡，那可就现在宝宝好像不太支持啊！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而且你踩塔不给你放大特技，这个也是很关键的。对，幺六三，但是神木林也得，金青回口，金青回两千，判无魂，判无魂，无魂，落叶潇潇秒出来，两千二，幺六三了，一丝女儿倒了，再一个金青，两个，但是女儿倒了，这 PK 真不好打，真不好打，善报。那不过我是觉得是不是紫禁城得通哦，不过他当然这把休息了，那武装吃着针，女儿村倒地上，没有风系压力了，控化身，控化身倒不好控，大唐和神木金都放过，我对吧，我是觉得武装就硬套，然后女儿村控大唐就行，俩气泡又没解掉，碎玉控化身，效力武装、哦、对吧，不给你放特技，不给放，嗯，那你化身四放金，说实话对于对面而言不是那么有影响，是、哦、人体想活，那没活上、哎、等等，连两跳两把了，连跳两把孩子是吧，是顿力倒了，嗯，哎，不上肯定要倒，这一下死循环了，这一下有点死循环了，起不来了，而且现在你死保大唐是不是，我点你武装对吧，你观战化身虽然说能回起来，但现在也有点回不过来，那个神木林给的群秒压力太大了，嗯，虽然说武装管吃着针，化身三个药也没缠珠了，嗯，化身没缠珠了，还是说直接你这个大死亡单位我直接给你扫掉，我觉得还是先扫神木是不是好点，但他有罗，虽然也就一回合了，先按倒一个，你这样多打少吗，武装一只宠他不一定有阳护，小花生，但是如果说真有阳护拿出来顶顶药也不是不行，嗯，观战已经全对面也是硬封、哦、暗防了，暗防，再来一个，这把没阳护，看一下能不能活血，那就活女儿，活女儿吗，活女儿，神木顶了一个，那他这么拉不活女儿村，神木林秒过来他又死了呀，巨剑斩，三剑的，三剑的，幺六三了吧，这次是有一丝，但是主要是他还有个藏神盾不一定死得了啊，有灵动的，哦，倒了，爆了，没办法，他藏神盾两千多，哦，也是，那这养护怎么办，哪里摸得出来，女儿村喝了个酒，只能是硬酒，你大唐踩着圈，嗯，然后神木林大死亡倒在地上，你这瓶酒好像没输出，没说法呀，对，
有没有可能对面女儿村啊先不笑你、嗯、我给你个特技圈你就在里面歇着得了，是啊，对吧，我特技圈一给你，你好像，而且你这把金了又怎样呢，是对吧，金了又怎样，我点你武装扫点谁都行，武装那个大死亡怎么办，对吧，点你武装扫侵蚀技能再来，那过来了两个，哇，要反推了，等一下，化身是不是有点危险？都危险，都危险，都危险！圈特技，圈住！哎，你看吧，我不效力你了。嗯，再征武装，再征武装。但有点晚，也没办法了。那刚刚武装确实也是在征里头，杀武装了。不给你起盾，无字巾已经中了，感觉武装要没，武装没，没了吧？已经没了，武装没了。我觉得两清是满血都是没啊。武装没了，武装没了。2400啊，2600，嗯，这直接空切了还，是，那沈木林那把侵蚀怎么划？划个宝宝9000，再来一个，再冲，再一个8300，还有吗？没了，但这已经足够多了，足够多了。说实话，只剩五个单位了。他一排地厅出来，下回合你好像没办法。再来，我觉得该换了。把剩下的宝宝可能就清完了，嗯，控一下化身不给你恢复，哦，杀大唐了，杀大唐了，杀大唐了。但我却哎，不是他为什么一直在跳啊？几回合了？三次了吧？嗯，对。养护先一下接俩，也没别的办法。是。提前笑，那就没出地厅。孩子一个。一个。是。第二下抽到大唐。抽到大唐。那这大死亡派的哇，8500。再控化生，嗯，神木倒是可以起来了，这个一号的孩子应该是个假无常，嗯，女儿孩子有可能假无常，嗯，假无常啊，拉神木，大唐几个两个宝宝不太好整，这要是再出侵蚀直接往化生身上找，嗯，对，但化生没破过，没破甲过，两侵蚀现在给吗？来得及，我觉得够，嗯，如果两侵蚀，两侵蚀是够的，对，两侵蚀，因为化身现在没时间管自己，是，下回武装能起，我觉得官方这个活化身啊提前把纸人起了，观战化身对吧，嗯，我觉得提前起了，你这磁心吸得在吸的，是，确实这纸人不好，对，因为对面大唐是没有剑的嘛，嗯，提前起了吧，嗯，对面虎头7.0，那好像留也没啥用，哎，没啥用，嗯，观战武装也7点，这边大唐，这边大唐能不能扫，扫大唐，这肯定扫大唐，只能扫大唐了，对，扫大唐，那他可能会单圈化身四还中了啊，一起控，一起控，但那个有针，是，嗯，那说实话女儿村控他跟吃着针有什么区别，差不太多，来来看一下，扫过来了，扫是扫过来，但顶得满满的，没问题吧？啊，1050了，扫是扫得出去的，嗯，扫是扫得出去，要强换一个，哎，先别急，哇，这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应该扫得出去，哦，扫得出去，那建设连破，但现在建设能不能地厅，能不能把地厅建掉？一个，两个，第三下不够，第三下不够，哎，这就已经，这还行，这还行。还行，这地厅血有点少，但大唐好像倒了吧？大唐倒，然后假无常6000，一丝带大死亡一丝啊！化身能假无常拉起来吗？肯定要跟化身怎么卷？化身怎么那个女儿村倒不倒？没倒，化身这不是没了？这几回合大死亡？他化身刚吸两次嘛，然后减两回合，八回合吧？七八回合啊，七八回合。这化身一没，这不比赛顺没啊？我觉得这化身。没不没的，好像比赛已经没了吧？就是那个大唐的连破，对，这已经没了吧？哦，他没，我估计女儿村应该是没舞龙了，不然他应该先给化身把他舍，先舍了自己。是啊，嗯，那是没了呀，没了。你看这边回春都在顶，没药了，没了。武装冠他有药的一个点，嗯？哦，因为要金青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阶段钓鱼岛宝宝跳有点多，是扫孩子不给你讲，嗯，不给拉人了，对，而且建设到化身怎么办，再来
倒了。嗯，163，对他现在化身都在163，腰住。还有啊，就刚才说的，跳的太多了，这么个跳法好像救不了了。再来鱼来，但压不倒啊，压不倒。这拉个鱼，被动灯没用。而且你这163在头上太明显了，这两次了吧？有顺法没啊？那不如砸墙。他可以直接砸呀。那我觉得顺法有几率连呀。女儿村直接扔啊、哦，那倒也是，对吧？嗯，顺法有几率连呀。你这钱，但顺法现在是不是不一定带啊？带吗？女儿村确实不一定带，主要是有的话就拉一只。我手段多着呢，现在。有就肯定出了，看闪不闪光吧。没有效力，没有这么稳。2163，对面大堂是不能动的。砸一个，笑中了，砸出了神药，没动没动。啊！赶紧拉起来。不管吗？哎，等等，不管化生吗？不管。不是这顶了个啥？看不出来。子欣，他那个灯、哦，头上有个灯啊。顶错了，顶错了吧？啊，那个鱼的翅膀。啊，这不是晕了？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哦、还好，还行还行，但是拉起来能秒。3000，但是说实话，现在对面只要没有尸体，他就不怕。现在观战操作有点慌啊！哎，我非常慌。不是那个大金。是顶到鱼，我看到鱼，是顶到鱼，然后头上还有个紫星啊，真的是。武装的那个灯是被动灯，是，可能想给化成俩，对，俩紫星，俩没必要吧？那就是实在大金没了，那我只能这么顶，是，顶鱼身上去。哎呦，碎玉控女儿武装套化身，嗯，盒子没中，那如果化身套进去啊？没中，也没中，能活女儿，嗯，能把女儿活起来。舍伤吧，大死亡拍，舍伤舍伤，舍自己啊，舍自己。那其实这，我觉得这 PK 已经没了呀，那女儿没了呀，女儿没了，法系也得没，这箭射怎么吃啊？主要是你两封都没，这 PK 就没得玩了呀。啊，倒光，倒光了，倒光了，连还连破。哦，这个时候还回来了，致命杀招啊！嗯，还得看连破，结束了，恭喜紫禁城。我觉得没追了，没得救，没得救，没得救。奉天剑，我就扫风铃柱80回合吃下去的，就扫那谁就行，还侵蚀了，我就扫化生就行，扫化生结束了。俩地听，嗯，拉大堂，但是对面没用了，没有速度优势啊，是，这扫你化生。这俩没得玩了，动不了。对，誓言战敌，杀化生去的吧？都行，扫就够了。对，嗯，都行。箭射光了。嗯嗯而且法系也有速度。是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的，那也是恭喜紫禁城获得202届武神坛的冠军啊！确实，这一场在。